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抽的是拉维尔 S Dreamer 的全新造型。这次抽奖真的非常简单，还有副超好看的额外造型框。这次活动就是连连看。我知道你们上课不想上课的时候，一定会跟后面的同学玩连连看。一开始进去的时候，除了选你的正宫之外，还要选你两个额外的老婆。那我就选一个 man 的，一个可爱的哈。那这次如果你有 S Dreamer 其他系列的话，是可以有机会删除格子的。连连看大家有没有玩过，只是之前你在班上玩的时候是免费，然后有可能被老师抓到，那这一次是有可能被你的父母抓到，开玩笑的啦，这次是用你的钱去连，比较刺激而已。那这一次呢，官方也有公布几率，这次其实拉维尔在抽奖之前，我预计这个造型官方可能会卖10000点，但是事实上比想象中的便宜，这一次总共保底的点券是5475点哦，所以一定是比这个低，欸官方不要闹，我该不会又是保底命吧？好了，那这次抽奖其实很简单的，它连连看是只能连横线，那你每一次抽格子或是你连线都有几率抽到拉维尔，只是几率非常低哦。如果你是在格子抽到拉维尔的几率是 0.14%， 如果你是在连线抽到拉维尔的几率是 0.71%， 如果你抽到的话，我建议你最近运气太好，过马路要小心一点。哎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那如果你是像连线抽的话，有 0.71% 的几率可以抽到拉维尔，那你可以看一下哦，它总共是25抽，但是每一抽的几率都低于 1%， 也就是说比较高的几率大家应该都是抽到保底的。那这次的抽奖是有限时间的，11月4号到11月20号，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值得入手的造型，尤其是得知它的保底价格之后。好，我们就继续抽起来哦。我的天哪，该不会我又是保底吧？最后5抽，不要啊，和平啊，官方，好险好险好险，最后还是抽到还有3格的格子。最后呢，统计一下，我们总共花了3659点，我觉得算是 CP 值蛮高的，跟 S Dreamer 的萨迦比起来，算是一个蛮合理的价格。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你觉得影片很好笑、很有趣的话，欢迎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最好的朋友。拜拜喽，各位，我们明天见喽。